你怪怪，你真怪怪。你的消炎止疼药我若吃了，我再搁请开医师哦，我开药给你啦。顺便甲门看卖啊，你种医生几个病哦，敢有药通吃？ 我问你哦，你结婚之前，敢有想过讲你结婚了后，想要过什么款的生活？老公，你会忝未？我替你练练。好。吃吃吃，这个多拿来。不熟悉吧？ 你是不是想讲结婚了后，就有人奉替你，你就会当坐咧轿脚顶出去做大爷？无啦，我唔敢安尼想啦。你大爷做袂成，结果哦，啊，替我这厝内底正人坐代志，你心肝内是毋是足唔甘愿的？啊，这嘛无大啊，你这嘛脚受伤啊，我本来就为了这阵照顾你啊。你正人委屈着，你是不是后悔啊？袂啦，袂后悔啦。 也唔过哦，你最近哦拄啊做冷淡的，叫你去替我排队买票，你就出去做我。啊，我就是拄好迄天有代志嘛，唔则无都替你排队买票。你看，你看你啦，一个面安尼恶嘟嘟，我是欠你偌济啊？好啦好啦好啦，是嘞啦。啊，我就是真正有代志嘛，要找志良啊，明仔载啦，明仔载我来到处打啦。啊，你带着我。 我替我斗相打，我做这样子代志对，你真正拢袂后悔。我一个家庭本来就双方拢爱付出啦，啊你即马脚受伤啊，我就作较济啊，啊只无啥，我是安怎为着这后悔？阿妈，伊生贵啦，啊等一下水果食了吼，我来洗碗吼，啊你啥物拢免做，啊坐车就好啊。 啊！十月七五迄天，你敢会当早起去观察秀、听歌？别干！为啥袂用的啦？我知吼，你食些下错啊！我只是拜托你早起尔，安尼嘛袂用的哦。因为我无啥物第一天出门啦。啊！这是啥物奇怪的理由啊？为啥物你都竟然拖到十月七五啊？因为伊讲是。是啥？ 拜托你，你莫阁提这件代志来搞我，好不好？你要叫我做啥物代志，我拢会使，都莫是伊讲啦。啊，新的关头区就是十月七五嘛，我怎么卡变形安尼，唔知嘛哈，你载我去，那么吼，你是要坐，我这不是要你坐。无安尼好不好？钱我出，你坐汽车去啦。我卡咧是要安尼就车到路车啊？啊，你袂晓叫阮从斗三工哦。 啊，不过关车内面哦，啊，光线真的暗，我安尼足无方便，关找位呢。提早去就好啊嘛。啊，万一关车若是小客，我看你是要怎走啦？嗯，较有可能，啊，一日关车好好，啊，讲小客小客来哦。拜托的啦，啊，你就载我去嘛，好不好？讲歪就歪啦。真的要啊？ 我回来一定讲给阿奶奶，你嘛知影讲吼，我是谢丽瓜妹，我是这么简单，这大家一讲的，为什么你这就唔肯走落去啦？啊，谢丽不听谢啦，啊谢丽谢丽爱谢丽啦，啊谢丽谢丽要叫伊讲办理怎么会啦？谢丽你要跟我结婚，谢丽正经哦，要嫁做对我做照顾，即摆叫你斗相共哦，你都随便面，谢丽做结婚正经哦，我拢袂感觉你这人歹到底。 结婚了后，你就随便找啊！你心肝到底是啥？免得计较心啦！既然你无这心哦，你嘛免再来委屈，来冻三个月，明仔载，等随离婚啊！